圣诞节就快嚟到，大家系咪都忙紧买圣诞礼物俾朋友呢？但系香港一般嘅居住环境比较细，唔系个个人屋企都可以摆棵圣诞树。不过细细地嘅圣诞盆栽应该就唔难。如果想更加有心思，可以试下亲手做，朋友可能会更加开心噶。